使用 3D 打印制作这个软弹发射器真的挺好玩的。我手里拿的这一把是长弓，平时在家里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对着咱们的靶子打着玩一玩，只需要用重物将这个靶子压住，就可以作为一个打靶的练习场地。这样子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家庭的娱乐玩具。但是我发现了，我用 PET 机、PLA、PLA 加甚至 ABS 材料打印的这一个靶子，经常打不了多久就已经损坏了。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TPU 材料来打印这个。这个靶子也是我下载了很多靶子之后唯一喜欢的一个。首先，它的体积并不是很大，打完之后这样子可以撞击它，下面这个地方用两个重物压住就能够固定，甚至咱们还可以把它吊起来也可以来打，也是挺有趣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 TPU 材料的特性，它是软的，它这个材料类似于咱们的鞋底，而其他刚刚所列举的材料全都是塑料，所以我们只需要使用 TPU 材料来打印这种靶子，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在我们把玩的时候它会损坏了。我们再来试两个，首先是这个，再试这个，这挺有趣的。另外也可以打印一个收纳盒，咱们软弹可以进行收纳，因为打在地上到处都是，下去捡的时候就用这个收纳盒来整理归类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推荐了，我会将这款靶子的图纸包括这个收纳盒的图纸的链接发到评论区，大家也来下载打印玩一玩吧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